晚上好，我再播一会儿。哎，对，因为要等一下他们。因为他们还有事情没有做完。谢谢奶茶。播一会儿吧，因为，我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梳妆打扮，还需要再打扮什么呀？等会儿吧，等他们回来再说。真的，我说8点到9点半这段时间可以给你们做其他的事情，怎么非得9点半结束之后才离开？不能理解。我说你们可以8点到9点半这个时间让给你们去做其他的 social， 9点半之后我们再见。非要9点半结束之后才离开，然后我现在就在等他们。我现在强烈怀疑是故意的，强烈怀疑是故意的。我等会儿就要问他们为什么要9点半之后才走，为什么不8点就过去？我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投票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们是有隔断的。等一下看消息。谢谢楚佳琪的皇冠。好的，谢谢你的捧场。他才不要向我学习呢。谢谢齐克娜的夜蝶。谢谢会员爱的皇冠，等一下啊，看一下香。不知道你们怎么在意，这么在意别人呀？就什么好害羞的，就是连个麦，谢谢小松菜奶，就是谢谢谁变好了的皇冠，就是连个麦，又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害什么羞啊，没什么好害羞的。谢谢一只羊两只羊的夜蝶。今天还行吧，休息。晚上好。
出去的吧，出去的吧。吃了吃了，刚刚就说了吃川菜。精装不精致啊，其实不是，不是很精致，不精致。谢谢库内奈的皇冠。对，今天画了眼线，画了一点。谢谢迪士尼在逃公主的夜店，是不是应该放点音乐？要不然，但是我手机又在充电，刚刚播的都没什么电。昨天是有点辣，到最后它那个越煮越辣，好辣！安静，因为刚刚没有放音乐。谢谢七克闹的皇冠。今天脸看很好，你是看着有点肿吗？谢谢存心的马卡龙。谢谢 BB 像很清晨的皇冠。对，去看消息了。笑什么笑？干嘛要看我直播啊？谢谢。西卡期待的马卡龙，好幼稚啊！好好改造。我在和我的粉丝们进行情感交流啊！为什么要用又？哎，为什么要用又？真人，可能不在，应该退了。哦，你在干嘛呀？马上要去成都巡演了，还不好好练舞？不好好练舞就来这儿。
谢谢荧光棒。张瑞，你醒了吗？谢谢会员爱的皇冠。好吧，它有那个冷却时间是吧 ？CD。我不来，别说了，没有我。我的房间是不是挤满人？啊，王一、周诗雨起来吃饭了。段奕璇，别做饭了，一起坐下来吃啊。段奕璇在就不会这么安静。谁都可能在，段奕璇肯定不在。袁一琪和水水去 social 了，谢谢陈植柱的马卡龙。是摩肩接踵，摩拳擦掌。谢谢氧化纸的皇冠。没事，以后知道就行。出现在各个上，对啊，今天他们来这一起吃的饭嘛。我没觉得Brandon胖了，他不就一直这样吗？谢谢苍木阿姨的马卡龙。他就是这样的。他只是毛变蓬了，他可能以前毛不好就扁的，现在毛蓬出来。就是毛变好了。王一那个粉丝也太搞笑了吧，我看到，我今天翻牌的时候看到粉丝截图给我说，这是板凳吗？不，这是猫砂盆。谢谢行云不归山的夜蝶。我刚开始因为我发现要翻牌，我以为是王一说的，然后后面才看到是他粉丝说的，搞笑。对呀、啊，板凳你也踩不累呢。谢谢工藤新一的夜蝶。因为他平时都不怎么理人，一直在休息，偶尔营业一下，怎么了？谢谢这很好笑的皇冠，谢谢荧光棒。嗯，对啊，嗯，给爆吗？当然不给了，他给爆他就不是板凳了，他可能就换了一只猫。谢谢荧光棒。什么叫顺眼？去看龙猫多少钱？好贵啊，都要好几千，还有一万多。哦，不会啊，很贵的。
对啊，但是可能可以还价的吧。说不来，反正它有各种花色，然后还有长毛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是很了解，我就进去看一看，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打算去吃冰，然后呢，就是袁熙说这家店要绕来绕去走过去哦，我说走呗，然后我们就走走走走走，你知道广州很热的，我们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说哦，快到了，就在前面了。然后袁熙一路上都说。他会不会不开啊？打烊？我们说不会的，这个点就关门，他赚什么钱？他说好怕，等会儿我们推门一进去，他就说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了。然后水水就推门进去说你好，你们还营业吗？然后里面说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了，一字不差。然后我们就说好吧，那就再找一家，再重新找一家冰店。然后我们说好热啊，我说那边有一家龙猫店啊，我们快进去吹吹空调。谢谢069的马卡龙，我说我们进去吹吹空调，然后就赶紧进去，哇好可爱哦，然后就在那横看竖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空调吹差不多了就走了，然后就找下一家冰店出发。不用啊，它是一家卖龙猫的店，就不是那种咖啡厅。太热了，我想吹吹空调，正好又有小动物可以看，我喜欢小动物。然后就说暂时不买了，我们外地的，走了。那他龙猫不怕人，而且摸起来很舒服，胖乎乎的很可爱。龙猫有味道吗？那家店没有，那家店的那个店员一看就自己就很喜欢龙猫，然后就收拾很好干干净净，每一只就看起来就很幸福，很信任人类，感觉是挺能拉便便，但是他们那种便便没什么吧，因为就是他们的便便就是那种一粒一粒很好清扫的，不是那种黏糊糊的。谢谢奶茶。啊，你怎么说便便还发一个爱心的表情，真是好变态。对，反正那家店不是很臭的，收拾挺干干净净。嗯，然后我们当时说我们是外地，他说没事，我们做外地的生意也做的，就是什么山东什么都会有。谢谢奶茶。确实他们家看着真挺不错的，是值得信赖的一家店，就是有点贵。对呀，太贵了，有很多想养东西，还喜欢芦丁鸡呢，但芦丁鸡好臭。但芦丁鸡很可爱。我拍的那只是仓鼠啊，是金丝熊。可以和猫讲，对，就是只要让他们两个互相认识就行了，培养感情。谢谢奶茶，谢谢谢谢。可达鸭，科尔鸭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
什么。我还是很有点怕鸭的，因为鲁丁鸡你把它放在它那个窝里，它那个地方它有，你只要清洁它。但是科尔鸭就没有那种鸡窝一样那种底，总觉得它控制不了它自己的新陈代谢，就很可怕。等一下哦。鹅，对，鹅，奶给宝想吃天鹅肉。想说吃来给宝，谢谢不在线的一定。不标准吗？来给宝，来给宝啊。对呀、啊，标准，我说标准。来给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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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给宝。这样吗？你这个标注音注的，来给，那刚刚那个人说二音，那就来给报，来给来给啊，不说了，来给报，来给报。来给宝啊！不说了，越说越奇怪。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就很好。来给宝，黑风雷，那双眼动人，小心更迷人，愿再喝。幸福里那可爱面容，还诉说梦话，上昨天你共我。哪里好听呢？你们真的搞笑！谢谢北洛师门的权杖。嗯，真的头发。来。来给宝，来给宝，这次有点标准啊，那说明柿子的注音是对的。等一下啊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。50分的时候叫我一下。啊，我骂，这是骂人的吗？这是骂人的吗？这不是癞蛤蟆的意思吗？不是动物吗？你们有去过熊猫谷的人，我跟你说很神奇的，熊猫谷一进门，它就有一片黑天鹅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熊猫基地里也有黑天鹅，他们就爱在这个有熊猫的地方养黑天鹅。然后那片黑天鹅的池子里面，你往那个池子里面看，底下全是癞给宝，很神奇的。那个池子里面共同养着癞给宝和黑天鹅，你为什么没看？你不是去过吗？也没有全是啊，就是有几只的。你笨熊猫去，那我什么小动物都要看你，怎么可能啊？他们又不会拉在池子里。对我来说挺好，因为没有那么大。基地每次走的我腿都要断了，因为基地你要进门坐车去太阳产房，你还要排队很久，我就懒得等。但是走又要走很久，就太大，好累。熊猫谷就没有那么累。又变大了。三胞胎小时候，哪个三胞胎？50了，等一下啊，有任务啊，稍等，等一下回来说三胞胎。回来了，所以是哪个三胞胎？因为我觉得绩效乘风成浪也算一种意义上的三胞胎，成龙的哦，那我没见过，龙酷帅。等一下，等等他们呐！我刚叫了一声他们。他们不是梳妆打扮，他们去 social 了。
性格好看啊。但是我觉得真的很神奇，就是陈峰和纪晓真的好像，但是陈浪就和他们很不一样的，是不是当时搞错了呀？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是不是纪晓和陈纪晓才陈浪啊？报错了吧？但是他们刚生出来都是粉红色的，没有颜色的。刚开始不是灰色的，刚开始都是粉红色，怀疑他们在粉红色的时候就搞错了呢。都相成了。等一下哦。好了，回来了。确实也很难搞不清楚。浪浪小时候是拇指姑娘，网红小灰灰叫，完了忘了那只叫什么来着，叫什么来着忘了，就是纪晓的前一年的上一年上一年的一只，忘记叫什么了，对不起。教大家辨认成功之前，再重会儿吧，磕死我了，磕死我了。什么调侃人的什么话，让我看看说什么。只对朋友说，你说说呢？大家帮我鉴别一下直播间能不能念。如果不能在直播念的话，请四川朋友立马阻止我。什么呀？人呢？男生多你，你个呱呱天到黑的啊，当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笑啊？你个天黑当的啊，当的。真的完全的啊当的的的啊当的，哎太难了。你们咋都会啊？就不会。你在直播吗？ Yes! 直播啊！你在直播啊？给我打电话，那你怎么会给我们？对啊，我让他们给我那个时间提醒我。什么时间呀？就是到五十分。刚刚播了那么久，现在还在播，好敬业呀！我们搜搜。我刚刚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他们问我才发现，我跟你们说八点就可以出发了，你们为什么非要等我播完才出发？因为什么叫八点？八点到九点半这个时间给你们十分充裕的自由活动时间。因为我们要看着你播。喂，没
没有，我想看着袁一起看着你播。有毒。你个呱呱，白天嘚儿啊当嘚儿。怎么说来着？怎么说啊？有点忘记了。你个呱呱，一天到黑的啊当的，听得懂吗？你个呱呱，一天到黑的啊当的。你个呱呱，一天到黑的热当的。不是这么说什么、啊、不知道他们教我的，他们说你个呱呱，天到黑的热当的。的热当的。我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如果口袋能出语音的留言就好了。谢谢谢谢大叔的夜店，谢谢木牌拓哉的马卡，噔啊当的，噔当的，噔当的，哎。好奇怪，嘚儿嘚儿啷当的，嘚儿啷当的，谢谢木木牌拓哉马卡，不学了，放弃了，嘚儿啷当啊。我放弃了，我放弃了。好了，十一点了，我关了。大家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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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